我知道啦，很多姐妹都跟依女一样，每当工作压力大、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拿起手机，拼命的看购物网站，然后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呢，毫不手软的都加到购物车里面，然后呢，然后就没有然后啦，我们就会把手机放在旁边，心满意足的继续工作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女生的小确幸耶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现代医女杜成云，欢迎跟着医女一起爱保养变健康。来了来了，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，跟购物有关，所以姐妹们都要听好咯。这次呢，我们不再只是放在购物车，而且我们要结账。像医女现在结的账呢，总共预算只有$200以内，而且全部都是健康养生的东西哦。究竟我们今天要说什么呢？不瞒各位哦，我们常常听到医女爱保养这一系列，是不是都有美国许氏深夜集团冠名播出？那我们今天当然也要讲讲美国许氏深夜集团有什么好买的咯。在美国的朋友哦，有没有人收过这本行录？其实呢，医女从18年前哦来美国留学开始哦，每年都会收到这一本啊许氏花旗生所寄来的行录。还有另外一个医女也会收藏的行录呢，就是维密的内衣行录。不过现在我不知道维密还有没有在出行录啦，但是这个许氏花旗生寄来的行录哦，家里的老人家还是会留下来耶，因为里面蛮多资讯的，包括医女写的专栏健康文章，所以一定要留下来咯。而大家就会问啊，到底这个美国许氏深夜集团的官网有什么好买的？不就是一个威斯康星州自产自销的花旗生农场，除了人参还有什么可以买的呢？哎，你错了，其实他们的东西从参、燕窝、鲍鱼、干贝、海带，到所有的南北杂货，到所有的药材，还有哦保健食品，甚至有化妆品、保养品，还有电器用品，什么都可以买。所以现在到了年底呢，过完了感恩节，我们迎来了圣诞节的到来，为家人准备礼物的时光又来临了。你到底要买些什么才可以感恩家人跟疼爱自己呢？尤其是这两年呢，因为这个 COVID-19 新冠肺炎的缘故哦，大家都感觉到了健康真的很重要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医女选品开箱呢，都是以健康、健康、健康为主的。医女今天呢，把全家人的礼物都准备好了，给我爸爸妈妈的，给我公公婆婆的，给老公的，给小孩的，当然还要给好朋友的。待会医女就为大家一一介绍。我今天有准备的呢，是生活力元气饮，是要给老公的。然后旁边的燕窝呢，是花旗生冰糖燕窝，是要给妈妈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大罐的冰糖燕窝，是没有花旗生味，是给不喜欢生味的婆婆吃的。另外呢，我们还有花旗生片泡茶用，还有大片的、小片的，还有生须都可以选择。还有还有，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不知道怎么样煮生鸡汤或者是准备生茶的人呢，也有很方便的冲泡茶包啊，一包2小克已经准备好了。那当然啦，买完这些东西记得一定要逛逛哦，南北杂货，包括北海道昆布啦、日本干贝啦，还有一些零嘴哦，医女很喜欢在许氏官网上买零嘴。然后呢，像鲍鱼罐头呢也要准备起来，因为我发现呢，你在煮生鸡汤的时候，如果你可以把天上飞的跟地上跑的煮在一起，味道是更鲜甜更好喝。例如说医女就会煮花旗生鲍鱼鸡汤哦，自己享用和家人享用都特别开心。我们先来看看生活力元气饮，它其实是浓缩的 energy drink， 但是它没有咖啡因，它里面有比咖啡因更好的叫做 compound K，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参皂苷。所以针对呢用脑比较多、工作压力比较大，需要补充体力跟活力的上班族或学生族，这个生活力元气饮呢，一盒8瓶，一天1瓶，
还有像你整天在接送小孩哦，忙进忙出的家庭主妇们哦，生活力元气饮也很推荐。你可以放个一瓶两瓶在车上哦，需要的时候干上一罐，里面有淡淡的苹果汁味道，我觉得口味还挺不赖的。再来就是要介绍燕窝啦，依女手上这个是罐装燕窝哦，就是已经做好即食型的一罐一罐的燕窝，那有花旗参口味、冰糖口味跟无糖口味，这一盒呢是6罐，然后都有纸盒包装，所以非常的干净，送礼非常的漂亮又实惠，绝对不会超出你的预算。那当然啦，如果要照顾家人疼爱自己不是以送礼为目的的话呢，依女也会推荐这个大罐装的花旗参燕窝或冰糖燕窝，有浓缩跟正常版两种，这样子一瓶呢，依女大概可以分4次喝完哦。然后没有喝完的我就冰在冰箱里面，觉得这个呢送给婆婆送给妈妈呢，我妈妈还蛮喜欢的，她觉得喝了以后呢就不会口干舌燥，而且感觉睡觉的时候也比较安稳。所以燕窝呢有大罐的、小罐的、冰糖的、无糖的跟花旗参的可以选，是不是很好？那接下来就要介绍参片啦，其实这就是许氏官网里面最重要的明星产品。那参片呢，当大家上网看的时候会觉得哇，怎么产品这么多不飒飒，没关系，依女已经帮你们选好了。其实呢，如果你要送礼哦，建议像这样子的花旗参片，它有一个罐子，所以收藏也很容易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送礼的选项哦。它有一个密封罐，然后里面是包好的参片。那这些参片呢，各位也可以看一下哦，也有这样子的密封包，实惠，送礼可以选择。你相信吗？这个1盎司的参茶片不到10块美金，没有你想要那么贵松松的啦。还有依女帮家人选的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享用的参茶片，还有参须，依女最常送的就是这两样呢给家人哦。不管是家中有长辈啊、老人家，或者喜欢喝鸡汤的哦，依女喜欢的是参茶片跟参须各半哦，大概12克12克，然后一起放到鸡汤里同煮。不要忘了哦，还要放入鲍鱼或者是海带，可以让汤头更鲜甜。给各位看一下哦，刚刚我们看的参茶片大概是像这样子，所以呢我手上这个大概就是9克到10克左右，不要放太多，这是一人份的选项。也不要忘记哦，去买一点这个茶包，有没有绿茶袋，像很多杂货都会卖这种绿茶袋，我们只要把参须跟参片放在绿茶袋里面哦，然后反折起来，煮汤的时候就不用一直捞捞捞啦。刚刚不是提到鸡汤里面要加点料，有地上走的、海里游的或者天上飞的吗？那海里游的呢，依女推荐的是要加点鲍鱼。其实鲍鱼呢不用选择很贵的鲍鱼罐头哦，像这样子小小颗的鲍鱼呢就可以增加汤头的鲜甜。那当然呢，依女很爱用的很多汤头一定必备的哦，煮火锅一定会放，就是北海道昆布，这样子一包呢应该也不到10块钱吧，但是依女用了大半年了，真的是不管煮什么汤，依女都要放上一条哦。那个汤头哦，真的不用加盐就非常的好喝。零嘴的部分去看了吗？其实这个北海道干贝哦，就像这样子包一个一个的，当做零嘴吃，还真的蛮方便的，而且吃进去也没有什么罪恶感，毕竟又可以增加你的矿物质跟微量元素，然后呢又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，所以下午当零食或点心真的很棒。好啦，如果依女刚刚讲的这么多的东西你都觉得煮起来很烦，我还是送燕窝或送生活力元气饮好了。依女要告诉各位，还有最方便的就是这个花旗参茶包。花旗参茶包呢，里面这样子的一盒呢，里面有20个，我记得大概美金10块左右吧，而且更重要的是常常在买一送一哦，真的很划算。那茶包呢，一包是2公克，如果刚刚依女说呢，你煮鸡汤的时候呢最好是12克或24克呢，你也可以直接把6个茶包哦，或者是10个茶包丢到汤里，是不是很方便？这样的茶包呢方便携带哦，可以让老公带到办公室去享用，或者自己呢放在保温杯里冲泡整天饮用，可以帮助你提升精神，提升元气。好啦，讲了那么多，
刚刚不是一女有提过吗？我卖给全家的礼物哦，包括爸爸妈妈、公公婆婆、先生的，还有小孩的，还有朋友的，全部八人份，预算不过200元，有没有吓一跳？一女今天帮大家选的都是50块以下高贵不贵的养生礼品哦。现在已经是12月初了，圣诞节之前赶快买起来，疼爱你自己，照顾你的家人，还有关心你的朋友吧。这么多好吃、营养、健康又养生的东西到哪买？当然是赶快上美国许氏生业集团的官网，或者你 Google 许氏花旗参就可以看到哦。本集视频是由美国许氏生业集团所冠名播出，更多的保养内容请上现代医女杜成云的脸书以及 YouTube， 咱们健康的资讯不漏接。 Thank you.